我觉得耀文有点嫌疑，因为刚才沙哥说了，说这几次有几次全都是耀文追着我，因为我确实我觉得我每一次都很快，我听见二完了以后我就散。但我确实不是故意的，真的。我也觉得是耀文，他刚刚同时间给你喊住好多次，觉得怪怪。我也怀疑他，因为就是他刚刚第一次还有最后一次都跟他喊重了，而且最后一次的时候是很明显的，是他喊完之后过了有间隔一段时间他才追着他那个数。而且我们刚刚玩之前的时候，耀文专门过来跟我们说了一下他不会憋水。哇，我憋不了气，这个我气短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说我每次我都第一嘛。嗯，不会憋水，所以他可能在故意哈，做一个铺垫啊，铺垫，所以方便喊一。对，因为一肯定是不会出错的呀。对对，他肯定，我觉得你们怀疑他特别可笑，绝对他没事儿。但是我觉得，我认同你的想法，花花泪可能是凶手。你有意识错，我没听到是什么意思。是你别装了，不要再演了。但是我不能确定是不是他，这是我的看法。我一开始我确实怀疑沙溢，但是刚才那六跟七那么明显，他应该喊七，他没喊，他有点露馅。花花确实像是一个凶手。